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是妈妈。开启孩子天赋的智慧就在你手上，但你知道，学习爬行的小孩一天要爬几步才够？聪明不是基因，而是教出来的。节奏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感受力。Club Illuminate 为 VIP 会员邀请了三位专业的儿童教养专家，跟孩子玩在一起的阿凯老师，透过感觉统合，把学习变成最好玩的游戏，给孩子主动探索的乐趣。一手调教出两个天才儿女的王秀元老师，以实际教养心得教你如何轻松开发孩子的脑神经潜能。林雅文老师让孩子从生活中的随意敲打，尽情感受大千世界的律动。有让我知道那个我的宝宝他那个手指的敏锐度是比较高一点，那所以以后就可以常常训练他这一块。很高兴可以听到老师的一些演讲，那我觉得对我将来在育儿之路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让他们对于一些音乐还有旋律也有一些基本的接触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堂课还蛮棒的。就这样约好了。